好的，各位在线上收看直播的召唤师们，欢迎来到 PCS 夏季赛第二周第一天的赛程。我是主播 JR， 我在米洛德。那先跟各位提醒，就是我们的赛事呢是由 Riot 还有凯瑞行销共同主办，并且进行赛事转播，然后还有中国信托银行赞助播出，在脸书官方粉丝专页以及 Low Esports 网站都能够查看最新的相关资讯。紧接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12月31号前刷中国信托英雄联盟信用卡，就可以享指定的游戏、影音、动漫、数位购票、云端储存最高10%的现金回馈。那这个10%呢，当然也包含的是我们的产品回馈。然后还有加码归户上限每月300元，不论是平常打 LOL 或者是看 Netflix 刷智商就可以享我们的10%回馈。然后另外的话呢，在9月30号之前，信用卡的新用户申办消费满额还可以再受刷卡金的500元。所以呢，这个前面的重点就是这张卡真的很好用，所以各位赶快去办了。十趴很多哎、欸啊，真的很多，你知道有多多吗？哎，请说，比2%还多。哎呀，那是多很多啊！哎呀，那是不得了、啊。哎呀，那我们 JR 老师很久没跟他见面了，身体还行吗？哎呀，上周是整个烧起来，烧起来。烧到39.6度、哦，希望你今天可以这个就是顺利播，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月没播了嘛。差不多大概1.5个月没有播过了，不过当然了，当然在赛前还是先感谢我们前面的两位峡谷预报员的播报。那他们呢、哦、也有提到，就包含的是这季的 PCS 其实也有一些看点嘛，像是这个大咖韩远的登场，然后老将的回归，然后新人其实在这一次 PCS 也有一些表现。哎、我觉得第一周的话都还在观望期，尤其是我觉得 Meta 跟 LPL 还有 LCK。好像差蛮多的，就是等一下可以再用一些可能英雄的选用数据，或者是队伍的风格去可以跟大家就是做一些讨论这样。对，那紧接着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战绩表的部分喽。以目前 PCS 的战绩的话，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第一名依旧是由 BYG， 然后还有台北水战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名的位置，然后紧跟其后的则是 CFO， 然后还有 FAK 以及 PSG， 然后在5到10名呢则是 DCG、IMP、MFT、DWT 以及 S9。那当然以上周的一个比赛，其实 BYG 和PSG 的大战算是让大家比较惊奇的，因为我 BYG 感觉真的在例行赛的时候真的都有点克到 PSG。 我记得他们，我回去有稍微找一下、他们好像在例行赛赢过 PSG 就已经赢了3次了，加这一次夏季这一次的，而且我记得大部分都是在第一轮会赢、对，就第一轮的时候会打赢他们。那我觉得这也是 PSG 现在可能面临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就是他们的中野是有做一个人员的调度的嘛，虽然听说 Gory 的中文挺好的，但是Burberry 的中文好像就偏弱一点，对，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磨合期。那相反的 BYG，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是他们这一季是把利凯当做一个比较主要的先发上路。那目前看下来的表现，我觉得也都还不错，而且他选用的角色也是比较有他这种自己风格的角色，就是可以看一下啦。因为利凯的话，其实在春季赛的时候，他上场的次数算蛮少。我记得利赛出过2次，然后都是打 NFT， 然后都输，都没有赢。对，季后赛好，印象中是没有派过他上场的。其实之前我记得 BYG 他们在找来利凯的时候，可能本来是想要跟小亮去做一个定位上面的区别、就可能利凯去玩斗士啊，然后小亮去玩坦克之类。但后来发现，其实小亮在上的时候整体的协调性比较好。那这次在夏季赛去做出人员的改变，应该也是有自己的考量了。我觉得可能在一开始有点这个换队嘛，原本在马吉的时候，奶哥会照顾他，但到了其实 BYG， 其实尽管到现在 BYG 他的整体的打法风格都还是比较靠着地图的中下半部去打的，所以上路就会变得相对的吃力一点点。对，那当然紧接着我们马上就要来看到的是第一周的 MVP。我们是交到了 PSG 的 Gory 选手身上，哇，这 35.8% 的伤害，然后击杀参与率其实也蛮高的，来到了 83.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他和 PSG 可能之前的中路，我觉得风格算比较不一样的。你说贝吗？对，我觉得贝被冒犯了。哎呀，那我很抱歉。我得说，你要说风格不一样吗？我会换一种说法，我会说选手的操作这个程度比较不一样。对，因为其实因为版本的关系啦，贝的版本就那时候的版本，假如说你是 NSI 的话，那时候比较是什么维克斯啊，什么阿里这种，就是比较中期，可能中期节奏配合打野的。但这个版本，因为本来就可以玩大法师，在一些版本的改动上是可以玩大法师的，所以你会看到 Gory 刚刚的角色词，什么库奇、什么阿奇尔这样，大家都说他可以跟东山去做一个这个大法师选手的比拼啦，我也是很期待他们下一次的对阵。哎呀，不是贝的问题，是版本在变。版本的问题，版本在变。贝也很会玩，你知道吗？没错，他只是现在不在而已。对，他只是运气比较背，他不在这个版本而已。对，这么衰的吗？对，就没办法，有时候是运气不好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就是在期待一下的。那 PSG 目前是已经有吞下一败了嘛？这跟可能大家一开始预估到的，可能是有点些微的落差。那这次，应该说上一周的
MVP 给到 Gory， 我刚听到其实是蛮意外的，毕竟他没有输过一把，但可能就是赛事方还是觉得就是哇，他的整体的 carry 能力，而且说实在的，我看 Gory 在比赛他的操作这个算是档次吗？我觉得真的跟目前的蛮多队的中路选手都有点差距哦，这个感觉你在修饰的感觉，我不敢讲的太那个，你知道吗？对对对。但 Gory 确实在可能整体伤害层面上面的表现是有打出属于自己的身价啦，不过当然目前才第一周，就要来看一下他后续的一个表现。那当然，这六D老师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有提到说在可能 Gory 他被选为这一周的 MVP， 你自己是有点意外。那你有想要荣誉提名谁吗？就你有觉得谁是可能在第一周遗珠之憾之类的？我觉得 Uniboy 玩的也不错，他现在的韩服分数也挺高的，对，但就可能要看一下，就是之后 PSG 如果打到这个台北之战队之后怎么样了。那以表现来说的话，像刚刚最后那个影片，就是他很关键的塞勒斯极限的 E2 练到了金克斯那波团战才赢。你可以说上一周的表现，PSG 的两胜可能有大概 1.8 胜是 Gory 拿的吧，因为其实下路线的凯瑞跟 Unify 的状况明显是不太好的。哦，趴数这么高的吗？没错，就是感觉他一个人真的蛮 C 的。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的是今天的赛程哦。今天的话呢，第一场比赛将会是由 CFO 要对上的 IMP， 然后第二场比赛则是要由 BYG 出战的是 DWT， 第三场比赛 PSG 对上 S9， 第四场比赛则是 FAK 要来对上是台北追战队，而第五场比赛则是要由 MFT 以及 DCG 的对决。那今天的一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就第一把也算是蛮有看头了，因为第一把其实两边的中路都算是非常有经验的。我回去要稍微查一下，老对手了吧？两个人都已经超过了25岁，所以这加起来是一个超过50岁的中路对决，年过半百的对战，年过半百，哎，那个年纪稍微有点大，不过但就看经验嘛。但我觉得东山的打线还是不容置疑，反而是可能相对来说 ，FS 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没有这个，就有一个空窗期。对，有个空窗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出战选手阵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可以去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好的，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 CFO 他们蓝方的出战选手阵列了。上路 Rest 打野 Gemini， 中路 Mission， 下路 Etlen 以及辅助 Koala。那在今天的一个比赛呢，其实 Etlen 也是依旧是先发 AD 位的上场，那顺的话则是继续在板凳。关于刚刚其实预报员，就我们两位峡谷预报员也有提到嘛，其实 Etlen 在近期的韩服分数也算是蛮高的，那这可能也是在团练效果上面比较好，会选择让他去做先发的主因啦。主要现在下路线的选角阵容就是比较看组合的，就是可能路线纳米啊，然后那个克里斯塔加瑞纳达，其实这个也都是讲的非常多次，所以可能以谁的选手状态比较好，这个算是一个在可能 AD 位选手一个蛮好的一个。算是选择方式啦，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AD 他要做的就一件事情，就是操作就好了。那你今天谁的操作明显比较好的话，就派他上来，其实还不错啊，输出就对了。对于 Etlen 来讲的话，他其实在之前主要选的算是比较偏扛的啦，就他有选过三娜嘛，然后也有选过伊泽瑞尔。不过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你要让他选打线的组合，像克里斯塔之类的也有选过。那我觉得这样子如果能够有更多人的选角，其实是可以让 CFO 有更多的一个操作性啦。而且基本上 CFO 其实和春季赛的阵容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他们在夏季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表现。我觉得在春季赛其实他们差一点就去 NSI 了嘛，就真的只是差一场，对，就是差一场。那刚 JR 也有提到，就是下路线的选择阵容，目前啦，我首推只要拿到坦肯奇跟三娜，在 PCS 胜率是100%，就是拿到一定会赢，获胜保障。获胜保障，因为其实有几个版本陷阱，大家也可以跟大家提到。那紧接着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IMP 的先发选手阵列了。跟第一周相比，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改动。首先在中路位是 Husky 的登场，然后下路我们的这个 EX 小安、EX 版的回来了。其实我蛮意外，就是小安那么快又回到了这个先发的位置上，因为在上一周还是可能算是一个比较新人的选手，那辅助也是换了，就是可能之前在 DCG 比较没有这个初赛机会的维尼。那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下路线登场能不能够带一些什么新效果啊？因为之前他们在上 KT Depth 也就是 LZ 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 IMP 他们蛮常会往下路去做进攻，甚至会让他拿像亚非利欧啊这些比较偏大 carry 型的角色。其实我觉得，因为哈士奇他本身的角色，从之前他在打职业赛或者是看他一些其他比赛，他都玩，我不确定他不会玩大法师就是他大法师好像不在他的角色时范畴里面。那要看一下这个小安他今天的发挥怎么样。但我觉得可以提到一个点是，我觉得目前 IMP 就是我直接一点说，我觉得他们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字卡上面右半部的这个 ICU， 就是他目前拿什么角色都打不赢，打任何人都不会赢。所以我觉得
说不定今天做一个人员调度啦，就是要开始打下路了，而不是打上路。但下路又是换小安，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出场比赛的话，这个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赌注。我觉得 IMP 可能在 BP 层面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吧，因为我感觉他们就是什么都想要。他们在之前的一个 BP 其实会选出那种四发育的阵容，就我上路可能选个贾克斯、打野威尔哥，然后中路大法师，下路再补个亚非利欧。这其实有点像是。有很多的保障，但你能不能够顾到全部，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目前唯一的那一胜，就是打到就是相对可能在对线上比较弱的队伍。那吞下的那两败，其中有一败就是输给这个 FAK 的。那 FAK 是这个 Yushunomi 是真的直接把 ICU 真的打到完全没办法秀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因为 Rest 应该算是 PCS 目前啦，可能打线最强的上路线。所以我觉得这一把 IMP 的这个人员调度，我觉得在 BP 上可能要一些特别的东西，可能像是打野选个什么戴安娜这种比较偏这种 AP 可以刷的角色，然后中路因为哈士奇之前他在出场的时候他会玩一些什么赛特鳄鱼中路，那可不可以利用一些阵容去改变可能原本对线的劣势，是一个蛮大的看点。你说要出大招了吗？那好像有点快，第二周就要放大招。我觉得这把正常打 IMP 偏难一点，因为真的每路的对线实力都是有差的，那你一定在 BP 上面要来一些特别的东西，不然真的好像没有什么花样的话不太行耶。因为像是我们可以举例就是春季在 DCG， 他在前面会有那么好的成绩，是因为他的 BP 没有人能猜得到，所以他在 BO1 的时候经常会摸到就是可能大家既定印象强队的一胜。我记得 DCG 在春季赛一度有来到八胜一败，就他那个成绩顺位是打得蛮高的，因为他前面的 BP 就很特别，你没有人知道，包括什么，他也是玩一些什么，什么巴德走上路啊这些套路，那在那段时间是没有人防得住 DCG 这种套路的。哦，这里先亮了一下贝尔维斯，没有，再等等。man 角吗 ？man 角流，熟悉的朋友再度回归了。这个很 HQ 哎，纳蒂鲁斯加吉尼克斯。那你刚刚所提到就是戴安娜的部分，其实 Alex 在之前还在 Boom Esports 的时候，他和 Holo 的轮替，基本上 Alex 就是属于玩那种野核，他上来可能就玩戴安娜，然后 Holo 上来可能就玩嘉文之类的。嘉文赵信啊，这种比较偏就是可以帮助队友前面做事情的。那左边就杰利加，如果要稳一点的话，对线布朗姆吧。对，就看到纳蒂鲁斯就选布朗姆，其实这个线就顶多就是被推一推，但这也是维尼他比较喜欢的节奏。从维尼在之前打一些业余比赛的时候，他就是一位非常擅长跑线的选手。那如果下路这把有线权的话，让他去跑线，去帮助自己的中野去滚动一些地图的经济，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对，不过布朗姆的话配杰利这个组合，可能目前对上吉尼克斯和纳蒂鲁斯不会有对线上面太多问题，但主要是在团战的时候辅助能不能够跟上杰利的速度。那要跟上速度可能是有点困难的。就基本上就是在至少在打线上舒服。那杰利后面三件套、两件套就是可以自己去开秀了。那比较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小安，如果他的被动触发起来的话，其实以手长来说的话，吉尼克斯也不会输给杰利。那后面右边就先这个稳一点，可能打野的角色值够多，因为正常来说对位选三选会拿打野，那这里选纳尔的话，可能会帮 ICU ban 两只上路角色去保护他。这边的话则是抓了一个纳尔，纳尔其实在本季的 PCS 算登场率也蛮高的。这个纳尔纳尔目前应该算是 PCS 上路大家最喜欢的用的角色，因为他目前选用了六次，然后被 ban 了四次，他的胜率是 100%， 所以目前选到纳尔的队伍都会赢。但其实我们纵观其他四大赛区，纳尔的胜率并没有来到特别高。如果真的以其他上路角色来讲的话，最高胜率以四大赛区来看是冈普朗克。那当然可能也跟目前的一个对线版本有关。那如果你选出冈普朗克的话，你的大招是可以去影响地图的另外一边的。然后紧接着的话 ，IMP 为了让纳尔有更好的发育，将比赛是 ban 掉了杰西。然后紧接着 CFO 则是按掉了一个塞勒斯。对，右边应该再 ban 一只纳尔不好打的吧，就是难处理的，就一定要保护这个纳尔了，不然这样子对到这个。Rest 有点难，哇，他这边辛朵拉选择保一下这个哈士奇吗？还是觉得这个纳尔 ICU 的纳尔一只杰西就够了？我是觉得，当然以角色来说还行，但左边我不确定会不会拿出 Irelia 这种，就打凶一点。那如果你要打团控的话，可以选择凯能啦。但我只能说，东山的辛朵拉是真的要尊重一下。是要尊重一下，但其实这个版本辛朵拉真的没有到这么的厉害，顶多是推线。但你这个中期的中野联动要打得非常非常的满。其实我发现东山最近比较喜欢玩维克特，就虽然说大法师那么多，有什么阿奇尔啊，或者是飞机之类的，但他拿维克特的次数其实更多。因为维克特打线是相对来说比这几只英雄都还要可以打得更凶一点。但他的配合性就比较不足。没事啊，他就玩他的。
到后面东山会 C 嘛，对不对？哦，确实，只要今天他能 carry， 他想怎么浓就怎么浓，能 C 就好，对，能 C 就好，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 IMP 就是抓了一个塔利，这个塔利亚选择还蛮有意思，因为他这个中野错位，你还不知道他是摆在哪边的。但其实我们看其他的一个 BP 上面，塔利亚当然有摆到打野位的记录，但其实相对起来次数是偏少的。哦，刚讲完东山的飞机就来了，那上路线要补个开战的，他们目前是没有开战。我觉得凯能或厄尔都还不错啦，这两，尤其是厄尔啦，厄尔开战是比较直接一点的。那如果选了厄尔的话，其实就有点让 IMP 可能陷入他们比较想要的 BP 节奏。哦，猪女也行，而且是可以配合布朗姆的，但猪女可能就是得早开战的机会会相对厄尔来说会比较难一点点。那就最后要揭晓这个塔利亚到底摆去哪？这中路敢不敢来一只就是特别的、啊，选一只中路 AD 有没有小炮路西恩，直接去射那个飞机，直接点破头。然后打野是塔利亚嘛，这样子也可以流动。哦，可以吗？真的来了，有招要出招，要滑起来了吗？我觉得可以锁哎、欸，好多击飞哦，除了吉恩克斯，每个人都有哎、欸，这个也可以 OK， 这个相对稳一点。就说要出招。我就大胆预测会出招，有没有就出招了？没错，那这场比赛的话，当然来到最熟悉的这个投票环节。这投票我可能我再思考一下，你先投。哦、你再思考，你先投，我投左边了。我投左边，因为我看 ID 的。好，那我这场给右边。你给右边，我给右边。你给右边是不是？哎，因为右边有创意嘛，你之前都是给有创意的，是不是？而且这场比赛的话，你真的讲到中野配合，其实我还蛮相信塔利亚加上雅宁的一个配合组合，如果他能够顺利控到的话，一套秒杀是有机会的。我觉得好难哦，因为我很爱玩塔利亚。那这塔利亚最好还是要有先手控，这把塔利亚其实更下最好，但对方的下路线的辅助是个布朗姆，所以你真的翻到你不一定杀掉那个布朗姆。那中路线就是看这个雅宁自己能不能 Q 3击飞或者 R 到嘛，但。这个中路是对手，中路是东山，东山有这么轻易就被击飞到吗？哎呦，我是不信。你不信是不是？我不信，我相信东山这个飞机就是摆在那边，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哇，我刚刚看到这个两票都压在 CFO 的身上，不小心跟大家又不太一样了。没关系，说不定你是那个未来人啊，有没有？啊、哦，但这场比赛的话，的确小安在拿出了基因克斯之后，看能不能够打出自己熟悉的一个发挥啦。而且线应该打起来挺舒服的、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前面有提到，我觉得这场比赛算是你有提到上路会是一个关键嘛。但这场比赛的话 ，Race 是拿了一个猪女、嗯，要在线上真的打出贯穿，其实对于娜来讲是有更舒服的发挥空间。哎，这个上路应该就互农的会很开心。那我觉得关键是 TP 的使用吧，这两位选手 TP 的使用都是玩坦克，而且都是有具有开战能力的。我觉得这把我关注的点还是会在中野。那中野的话就是看 IMP 塔利亚跟雅宁能不能做起事来，然后包括下路线的这个辅助维尼，在如果有限选的情况下，能不能去影响到中野？因为塔利亚这场最好配的绝对是纳蒂鲁斯的潜航冲击跟这个钩子，其实这样子是最好击飞的啦。你真的要配雅宁，我觉得对方有闪现或者是有女武神特工，你是真的不太可能抓到的。我觉得主要是看前两波，就是在可能飞机拿到炸药包，如果他前两波能够顺利稳稳的度过的话，那后面就会进入属于东山的节奏。就是发育啊，发育到后面，然后就是慢慢的 poke。因为左边其实双 C 的灵活度都蛮高的，右边真的要开到战真的偏难。嗯，这场比赛 Rest 很凶哦，是带上了一个点燃猪女、哦，这里往前一个辐射龙吟，直接先给 ICU 正面一些教训。这个感觉是有点抓习惯呢，就是稍微抽一下。对，在情收上面的话也是有做到完整。对，那 Alex 这边带了一个先发制人，这里要放眼吗？哦，这里已经被偷插一根眼了。这里刚刚应该是布朗姆偷偷走进来放了一根眼。对，但前面的一等应该 IMP 也没什么胃口，毕竟对方是有一个布朗姆的。我觉得这把两边的打野可能前面都会比较没有什么做事的选择了。塔利亚他这边往上刷也可能像刚讲，就是因为毕竟辅助是布朗姆，真的不好杀。那不如先去就是全刷完第一摊之后，然后找个机会看中，因为这把他最主要还是要在中路打出一些优势的。这边 Alex 是由下往上刷，那这场比赛的话，他的目标可能在前面的影响上面就主要先以刷为主。要真的打出 gank， 这场比赛如果真的要配合的话，就像你前面提到的纳蒂鲁斯，对，纳蒂鲁斯要跟着跑了。然后，当然如果哈士奇很猛，就是怎样都能够击飞到东山的话，那当然这个中路是随便杀的。那李欣可能就在这个刷野路线上，就是比较只能担当这个算是 cover 的角色。其实这个版本我觉得也算蛮平衡的吧，包含的是中路，你要选大法师也可以，然后你要选像支援角，其实像逆命啊、塔利亚这种也是有人在出，嗯哼，是有更多看点。对，那个奶哥选的速三等，然后目前这个中上都是推线的啦，应该就是刷完九级之后再继续吃蓝，就应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下路线目前，好像就互推线也不能干嘛。小安算是许久之后的上场，这个怎么线被打成这样？
目前是即将变大，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主要是要掉一瓶水了、欸，代表说前面上路的换血ICU 是被换得非常非常惨的、欸，他已经喝完水，然后他的血量其实跟对方是平的。现在奶哥也是乘着上路的优势，先进到了红 buff 区，想来找 Alex。这个有机会抓到哎、欸，这里阵地之气已经用掉了。他的 W 跟 ECD 都要很久哦，所以这边奶哥可以等一下，然后去拼这个重击。李星想抢走出来，摸眼先把人给赶走，重击、哦、拿下了红 buff， 那只有一个蓝 buff 的 Alex 是完全没有作战能力的。哦，奶哥这边细节，他是先盾眼把对方赶走之后，然后瞬间用E跟普攻还有重击的伤害把那个红给中掉，就是不给 Alex 暗中的机会。对，在配合上面的话，其实感觉 CFO 也是看到了中上都是推线的情况下，让奶哥可以去有更多的进攻。哦，这里要越塔啦，这个血有机会，但要看猪女的这个线挤不挤进去。这是有点燃的，往前一顶，继续换血，剩三个后排兵，奶哥出来先卡兵。出到就死喽。然后 ICU 的话在塔上游移 ，Q 到弹跳，但在空中被击坠，交了个闪现的奶哥拿下 First Blood。这个就真的只能说就是你的对线，尤其是刚提到了你手长打手短，照理来说应该要有点小优势，但他的血线是被 Razor 打到已经可以执行这么简单的塔杀的情况下，这个就是打线上面的问题啦。好像有点 easy， 哎、欸，有点 easy 啊，就是你这个线上血太低了，除非你刚用闪现去躲掉，李信的 Q 嘛，但可以再重看一下，会不会是在被击飞的过程中李信出 Q， 所以让 ICU 没办法躲，哦也没有哎、欸，所以他就是没有按那个闪哦。这奶哥直挺挺要走出来、啊、一个 Q， 其实他如果有按闪现躲这个闪的话，有机会换换看人头啦，但没有按的话是必死啦，再吃到那个 Q 就死了，因为他的血真的太低了。那塔利亚的话，基本上在镜像位置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没办法，这边其实 CFO 下路线就非常有纪律性，知道打野在上面不塔杀嘛。那而且塔利亚刚在红被乱掉之后是往下跑的，所以就知道塔利亚一定在地图的下半部的情况下，就是让这个线慢慢的回归到塔下，可能会掉点经验、掉点兵，但上路已经在做事情的情况下，下路就是稳稳打就好。看 MP 能不能够尽早掌握小龙的节奏吧，因为以目前来讲，上路是有点炸的。那另外就是你前面毕竟对上的是一个酷奇，如果中野能够压制的话，搭配的是下路小安，其实也能推。那早一点控龙，其实也是让可能吉恩克斯有更多的发育时间。我觉得目前下路线，如果这个猪女她能一直保持的，等下就是她能继续压制这个纳尔的话，她如果能够先动，因为其实猪女她在跑线上给到中路的压力会比纳尔还要大。纳尔需要怒气，但猪女就是六等之后我就甩。大就有机会抽奖看看。那这里真的，等下跑线一波有抓到哈士奇的话，连中路都通的话 ，IMB 这把就会非常辛苦了。哦，你说他的先动可能不是先来靠到小龙池，而是我就过去中路给你点压力，就给你丢了个大嘛，就抽抽看嘛。他抽到当我赚。对，那相反的纳尔目前是没有线权的，因为好像这个上路是被打得有点崩，然后猪女 gank 也像刚讲的就比较简单，就他的大绝就是甩一下就好了。所以我觉得 Razor 可以去尝试这种打法啦，因为这个真的线对浓，两个坦打坦，尽管你有线权，但好像影响也不大。说实在的，哇，那被猪女打得有点崩，我只能说是 Rest 太强了。是啊、是是是 是, 是，对，前面的压制。身为一个 ICU 的粉丝，你这波我给过。啊，这波没有问题，这波没有问题，又度过了一波危机。对，这里猪女感觉要上六嘞，他在等他上六，这李信应该等他上六，然后他要 QR 了，快上六喽，来了六了，可以往前了。奶哥蹲在后面，先把你的跳给逼出来。虎啸龙再次命中， okay， 但大招是甩空。嗯，这个就我得说 ，ICU 这里他自己先上六，所以他大概也要知道猪女要上六了。那就是这波就没有头铁嘛，就交个闪，还行啦。但你这个上路线就会持续的被压制，就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无限循环啦。这边你又没闪，然后我下一波大招好，等一下搭配李信再来塔杀。而且下一波是预示者那一波，那李信是可以从上路出去找一波纳尔的机会，甚至把他打残，然后再去控制预示者。第一条龙真的在这个版本的节奏，我觉得给到，就是拿到啦，都没有说到很赚，就是没有拿到龙魂的话，这些龙其实都是比较没有在前期没有什么正效益的。但我觉得如果说就是你不是被迫用换的话，在这么早的时间内预示者出之前先拿到，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啊。这边是被眼看光光的、欸，走进来、这边维尼在跑线了，只是视野没排干净啊，那根红眼。我还是没看到吗？差的有点关键了，这里一举一动都被看光光了、啊。那是真的完蛋了，这根眼一定，我们现在大概六分，我们从六分五十秒开始计嘛，我看那根眼可以活多久，看他有多少。因为只要那根眼在的话，那第五师的跑线是绝对都没办法成立的。而这时候 Rest 来了，抽奖时间。没有，他还没有大，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在等抽奖券，你知道吗？等一下，等一下，他现在还没有大绝，还是就出来顶一下。出来顶一下是可以打个状态啦，应该说打个心态，就是有点撸一下，让东山好发育。而且你看东山这把已经是什么发育套餐，
而且这套餐太除品加水滴，发育套餐。重点是他这样叠起来，他的吃兵也是没输的。哎、欸，没输啊！这个东山对线就是前面 BP 就提到了对线能力，如果 ID 摆在那边的话，就是压力蛮。哦，这里有找到炎很热 ，OK。但这样子也是看到 Alex 的位置，那李星这边就可以先踩到上半部的河道去给这个预知者压力，而且猪女的大绝快好了，而且还有个点就是 ICU 的血量又剩一半啦，哦、这个有点尴尬，你这个预知可能不能接。然后又剩一半，这时候奶哥又来了。这里其实以他那个怒气啊，如果 ICU 接上路的波比线，你看这边变大了嘛，所以李星这边是可以先踩进去，然后等纳尔变小之后直接开这个预示者，摸上来，悄悄蹲到草丛里面，想要来抢这红 buff，Alex 一过来发现，哎，我的红呢？这里纳尔要靠吗？但怒气快没啦，直接甩大，这什么意思？想要先抓 Alex 被在空中直接接死，那塔利亚倒地之后 ，ICU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危险，加速闪现，直接硬流，他是有红 buff 的缓速，然后后面还有插眼，不让你可以有跳的机会，李星拿了一个 double。其实就知道对方爱吃红嘛，因为 Alex 刚已经看到自己的红就是在地图上面的标示还在，但红不在，就是红被拉进去了。那这时候叫 ICU 过来，可是 ICU 有一个点没有做好，就是他到的时候绝对没有怒气，是已经会变小的情况下 ，Alex 是直接脸探，然后吃到猪眼大绝被秒杀。那后面 ICU 已经掉闪的情况下，也是直接白给。那这波基本上上野已经炸开了、那是 CFO 算的好，他们是算那个怒气结束的时间。不要脸探草，脸探草有点夸张耶！哎，被抓个正着了。对，那个猪女，感觉谁来玩都可以啊。她是直直的往脸上走，然后就甩个大，然后就走了。是你行你上吗？这个应该我 OK。那你 OK 是不是？而且刚那个杀那个娜也很简单，那个猪女也是等李信揍了四拳有没有？然后丢那个医疗就杀到。你看这波有多简单。站在红方的视角就是，哎、欸，他好像在吃哦，没错，这个是还在哦，他在吃哦。那个娜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然后我走进去我死了。然后这个娜为了赶这个距离。他还把纳尔跳跳用掉，然后在没有闪、没有纳尔跳跳变小的情况下，你看这个李星跟这个猪女，这个击杀多简单，就揍他四拳他就死了。上去一直贴着 A，、就把那个被动打满 ，OK， 又一颗头。哇，那小安表示这场比赛我还没玩到，但好像中上已经有点炸了，应该说在上野部分了。上野部分炸了啦。这里看到 Koala 会给一波机会吗？布拉姆交个闪现。这边 Koala 很稳呢，这个闪没交的话是有机会被一连串的 CC 给接死的，因为那蒂鲁斯已经在靠了。那刚的话是奶哥有拿下预示者了，所以等一下看他的预示者要如何去释放了。以目前上路线的优势来看的话，已经是拿到两层护甲，一撞是有机会连塔一起撞掉，然后解放 Rest 之后 ，Rest 可以在地图上面给更多压力。如果是要经济最大效益是丢上了，而且这一把猪女蛮强的点是在于目前右边比较高的 AP 伤害是 Alex 嘛，但他这把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又怎么了？OK， 被皮一个闪现。他头有点铁，就都站在脸上了，然后他还要在那边抖来抖去，然后又看到了，但这里看起来好像有机会打起来吗？有机会打吗？往前一勾 ，Koala 举起了盾牌 ，Alex 开始输出，丢出了玄武飞炎，但最后只是小打小闹。这边就也是就是换个招而已，已经是有 Q 到，盖墙一卡，卡自己人哦。想把 Koala 给卡回来吗？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 Koala 是没闪现，如果那个墙尾端又把 Koala 弹回来的话。这个塔利亚强的运用也是很关键、我是觉得真的卡到也难杀，因为队友不一定跟得到，伤害不够，对，伤害可能不够。他还有那个布兰姆还有个虚弱，这个伤害不知道够不够，但就一个尝试啦。换血时间打一套，然后灵魂出窍、差一点点，但东山是有包的。他刚大有好吗？他刚那个交那个大有没有就会杀？好像有点机会，好像有点机会。那这边东山是可以 recall 的，他还有 TP， 所以这个龙 CFO 还是可以打。你看来喽，来抽奖了。甩一个大出来丢大、但这是应该是一个预判大，预判大。不过以那个位置，好像预判就算丢中队友的伤害，基本上也跟不到。但这里交了一个预示者，就是丢中啊，钱给东山。东山可以很疯啊，他有飞机包，他可以冲进去杀。哎呦，踩在火上，飞回去，烧起来。对，这边就找个机会，但好像有点太急了，因为东山的包应该是快没了，等他没有包的话，再尝试这波可能会好一点。哇，这里是八等打七等啊！而且现在的东山是巨肥啊！哦，这里抓到喽，接死他吗？有接死吗？看到奶哥潜航冲击，然后搭配的是阵地之气，直接把人给抬回来。但奶哥要来反杀呀！这里直接开秀了，一打二，这就是 Gemini 的李星。然后后续的话 ，Husky 赶过来，奶哥还有机会可以来逃出升天吗？给了个夹子，还有球果，这里逃脱的路径，奶哥都已经想好了。啊，逃跑专家。还能够吃个龙。其实这个应该是必杀 ，Alex 好像没有一、他有翻阵地之技，但好像我没看到那个一扑出来，我没有看到那个地板扑出来，所以伤害不够。大家可能要看一下 replay， 不然其实以维尼这个位置抓到奶哥，奶哥应该得倒。当然是因为可能他有神话中，他把血量吸起来了。这里这都能活的吗？这都能活，那是
那是偏浮夸、欸。对，他好像没，他是一对 CD 吗？哦，他这里已经铺掉了，哇！所以他这里后面，你看击飞起来，这个翻回来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个一的伤害的，所以伤害不够。现在塔利亚其实他主要的伤害是建立在他的一技能上面。哎、欸，没错，就是翻回来一技能打的那个伤害跟 CC。没错。但这里就是哇，他太早把一铺掉，所以导致伤害不够。而且牙宁这边也没有大绝，那过墙之后，吉英哥这里也没有魔能够去留人，然后这里就过来丢个治愈，哇！美哥这边是有点秀啊，但也对面也是给了一点机会，不然真的这样正面撞到人，塔利亚跟纳迪鲁斯的 combo 应该是要直接把他接死的。而且他走得很潇洒，这吃完之后还能够顺便拿一条龙，这把龙给带走，这经济是更加水涨船高了。他现在好像四千块，哪个好像400哎 ？OK， 他好像无敌嘞。他已经预约了吗？哦，他已经预约了吗？好像差不多嘞，而且他很稳，他也先出一个什么吸魔剑，绝对不送。他等下被这个算是塔利亚翻倒，因为也不会倒。而下半部的小安就是继续发育了。这场比赛好像这红 buff 是奶哥加的、啊。Alex 没有吃过红，他从第一个红到现在第三个他都没吃过，不知道他有看到红长什么样子、啊。哎、欸，有看到，但他跟着进去死了。但不是属于他的。我吃不到红没关系，但我要跟红一起死。他可能哦，跟红 buff 一起殉情。对对对是是，他第二波是一起殉情，但这一波就没有进去了。他已经快变成红 buff 的形状了。哇，这里要踹出来了吗？来了。闪现踢到墙的后面，加了一个闪现，然后这里还二道的奥义回去，然后被东山给痛扁一套。哇，这里是打野优势大到已经是可以去做这种很大胆的尝试啊。下半部也想要来打一波优势，套上了虚弱潜航冲击，直接压小安，叫做闪现先往后撤退。这里 df 二连已经全部交完。可惜这边差一下普攻，但已经逼出两个闪了，所以下一波的话，主动权还是在 CFO 这边的。那现在可能变成 CFO 的下路要 call 奶哥过来一下了。这奶哥过来感觉见人杀人啊。哦，没有这个，我觉得他们二打三都有机会。这里勾到、哦、会是一波反击的机会吗？来了一个编织者之墙，把这个哇杰利给弹回来，但最后的话杰利还是活了下来，连扣啊了也没死。哇，这个墙盖得很好啦，但对方就是一个位移就跑掉，而且那个超威能死亡火箭也没打中。哇，好尴尬、啊，右边怎么做事，就是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你知道好像怎么做怎么错。这目前 CFO 哇，这边知道对方在这边回吧？哎，你这不回，都是属于他们的节奏。打球果过去吗？没有，稳一点，应该点塔了，就是中塔拔掉了嘛。然后这边下路线，我选择回家，可能是要打上半部的预示者。啊，上半部怎么又变这样了？是，再给一个流星锤，尾端交了闪现，但自己的血量其实已经见底。哎，你还不退哦？他等下那个 QW 中你要死。下一个极地冲刺好。可能就会把 ICU 给埋到地底嘛， okay. 但这里的话是有怒气的。哦，这个线、OK、真的是差的有点多啊，没办法。从第一波的把血量打残，然后到月塔强杀，然后到后面看到这个纳尔是完全没有什么能够抗衡 Rest 的办法的。这打着打着又是闪现喷掉了，而另外一边的话，中路好像应该说中下这场比赛都还没有玩到了，但经济其实莫名其妙已经差了5000多块。东山是农兵大师、欸，他000然后150赏金。最浓那一种，超级农夫。对，而且他还没开始玩，他现在的水滴都还没叠好。他下一件装应该是出炉灯的吧？然后他等两件装出来，右边应该就顶不住了。感觉这场好像还不需要他哎、欸，好像不需要哎、欸，他就是一个无情的吃兵机器耶、欸。他等于就是一个给对方压力的存在，就是告诉你说，等一下到30分钟会有一个恐怖的飞机。嗯，对方来说是啦，对自己队友来说就是三个字：不需要你。好像不需要他哎、欸。哦、这场比赛确实是农兵农得很开心啊，是分钟数乘10还要多，但、欸、应该有到乘11哦。他这里真的是农得太爽了，就这个牙宁选下去，他要的就像前面讲的，他需要一个中野的配合。但你看到这个塔利亚，他被这个李信压制的太惨，所以他们中野从来没配合过。然后维尼的跑线就是有跑一波，但也被河道的红眼也看到了，所以就整体右边他想要打的节奏，在这一场是一波都没看到，所以画面就会变得，哎、欸，左边的双 C 农得很开心，然后上路这个纳尔不断的被针对也很炸。嗯，这里好像也想要来搞点事情，甩了一个大，但最后的话是从耳边擦肩而过，掐了一咪咪啊！这如果冰到，感觉奶哥又要上了。这纳尔的如果模组大一点，说不定会中哎、欸。纳尔的模组算小，哎呦，这里要啊，什么意思 ？Husky 出来，然后维尼就在后面，这里想勾，但口瓦拉直接帮挡、哦，这里非常有意思，然后直接接了一个二招流奥义，帮 AD 挡箭、啊，然后自己还没倒，变成是 Adler 的反打时间，来了一个雷霆冠军，开始一直 A， 一直就，这里一个勾，利用走位扭掉，这里东山来了，来了一个飞机背包，但口瓦拉自己倒地，然后这里东山还被弹到，变成是 IMB 的反打节奏吗？但 Adler 还是操作，还是输出，最后是东山拿下了一个。猪啊！后面的猪直接从后面突进出来，小安完全打不动。这边尽管有纳吉鲁斯帮忙，但还是要死在这个猪女的流星锤之下。这里还有，还有第二波的晋级，奶哥赶到，但不需要奶哥吗？就是要有 Gemini 完成收尾，一个虎啸龙吟直接狙击。
哇，这一波先是右边的伤害真的太低了，他们这样子 all in 布朗姆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甚至要等这个布朗姆往前，他们有才机会收掉。那比较可惜的是东山这个飞机包啦，就是他飞过去虽然有做到一个卡场的效果，但其实没有第一时间撞到对方的三个英雄，所以他也被几乎秒杀掉，他的闪现是没有按出来的。你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 all in 一个布朗姆，但伤害真的太低了，他这个盾有举出来基本上就已经把大部分伤害吃掉之后，等东山这个飞机包飞过来之后，就这个胜局其实奠定在 CF 这边，只是东山这边这个飞机包没有中到人。你看他飞过去，对，他只是做到 cut 的效果，但他只烫到一个人。那这时候哈士奇就转头先把比较残的布朗姆给收掉，但后续是应该是猪女的 TP 吧，后面有眼让他 TP， 让他过来去做一个收头。哦，东山这是传说中的限制走位吗？哎，没错是限制走位，他用自己去卖。Rest 有够肥，超痛。没有，他太硬了，完全打不中。他扛几下塔，两下、三下、四下、五下，这个版本能扛五下，很不得了了。这场比赛，这 Rest 已经是可以让对方休息了。哦，那46就是一个 Q， 一颗头。我们这个奶哥打的伤害是打 CP 值的。哦，勾到，想抓布朗姆，布伦姆举了一个盾牌，又是全招 all in 布朗姆，这个伤害不够，我一踢三，这里踢到三个人，然后奶哥的话再交了闪现往后撤场 ，IMP 五个人都挤在了一起，奶哥看起来有二度进场的想法吗？进去但自己被勾到，再回力投血，就是自己人头送掉，反而让小安有机会可以 pop 起狂躁的变动，就在空中滑行跑酷的过程中 ，Atlan 被击坠。哇，奶哥这边好像有点皮了哎，他们这波是三打五哎，然后他踹进去直接被秒杀掉，而且他是一个大人头掉在好像哈士奇的身上。小安这一波也是有参战到的，他最后的那个飞弹有打到位移中的竭力，但这波打起来，感觉是 CF 他们自己好像打得有点急躁了，因为其实 IMP 第一波的 all in 又是 all in 在布朗姆身上嘛，然后真的打不死，其实他们只要拉掉，然后边线的朱女跟库奇就可以继续在边线分带了，但他们是选择往前开，然后直接送了两颗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这真的是 all in 不死哎，他只是一个布朗姆。这边是勾到布朗姆吗？然后纳尔的大绝交在他身上，全部的 CC 都交在他身上，但他第一拍都没有倒，他连半血都没有掉。而且这里其实已经打出雅尼的 TP 的情况下，其实继续带下路线，这个朱女是可以点掉塔的。但后续真的是 CF 这边打的有点怪，因为东山跟瑞斯的位置是不可能跟得到的，那就是白给了两颗头。而且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场比赛其实大部分的经济都是灌在朱女，然后还有库奇的身上。那这两位大哥还没有到，这只有单一位大哥还不足以对 IMP 造成威胁。欸、周路好像出事了，小安没闪了，然后中塔也没了。啊，这好像可以再撞一口哎，挡顶得住吗？这 CFO 还要继续高歌猛进，哇，这什么伤害？这应该是有搭配库奇的炸弹的。顶得住。哇，东山已经成型了，而且东山很稳，他下一件是天使甲。东山很快。哦。他现在20分钟已经两件半的装备了，他的 CS 好高哦，他虽然有死一次，但他的 CS 还是很稳定。啊，这就是东山的特色啊，浓吗？浓吗？很会浓，这就是他的版本吗？这有阿奇尔，有维克特，这场比赛老飞机登场了，真的猛哎、欸。然后上路的那个猪女，我看他是两件半的大装，而且都是以物防为主，所以等下右边要真的把他切死，好像有点难。等下，朱女只要顶在前面，加上布朗姆这两个光顶在前面，右边就有点顶不住了。对，主要是这场比赛的 AP 伤害主要靠 Alex 嘛。但 Alex， 你要说如果真的把全招可能灌在一个 Rest 身上嘛，那可能 Rest 好吧，就给你灌吧。这个牙宁有一点点了，但就是一点点。而且牙宁他是比较出这种新流派，是陨落要加坦装神化妆的，就伤害还是会稍微偏低一点，可能比起以前我们看到盾攻直接接 IE 这种的瞬间爆发还是会有差的。反正这场比赛感觉哦，停下来、欸。在空中踹了一下巨人，好像有点皮耶、欸。奶哥玩现在玩得很开心哦。这场比赛其实你单看中路的一个装备比较，我刚看好像对位经济差是有差到2000块钱。就一件大装嘛，中路是差一件大装，右边是陨落加日炎，然后左边已经三件装，而且这波是有 GA， 下一波团如果是有飞机包的话，基本上左边不可能会输，因为他是有包裹加 GA 可以直接冲进去卖的。又是布朗姆，又是 Koala， 但 Koala 又是没损到半血。接着花纳尔还要继续的追击，这边敲了一个冰河裂隙，然后侧面的话 ，Rest 也是赶过来支援，给点气势。Rest 来了一个原地弹跳，但这只猪超硬，超硬 Pig。这个布朗姆的这个坦的伤害好多、哦，勾到，勾到竭力哦，不一样喽。然后又是全招灌在布朗姆的身上吗？艾特伦直接交了一个雷霆万钧，开始往后拉打，侧面有一个编织者之墙想要来硬卡艾特伦，
就在龙池里面上 IMP 拿下了两颗人头。他是不是差点被那个杰利是不是差点被那个墙挤上去啊？我刚看那个动画好像是被挤上去的。那没事，人头有拿到就好了。我觉得要吃八龙哎，这边如果想拼翻盘的话得吃八龙，对方掉两个人了。IMP 看起来也是有点想法。他们吃巴龙速度不慢，有雅宁跟塔莉亚，然后加上小安这个射手的话，其实不慢。但左边是有缺手的，而且东山有包，有包啊、东山有包，东山有包。这里感觉会变成东山有机会可以发挥的场所。那吃巴龙直接顶进去，已经吃到了一半。IMP 想要先打团，然后朱女的话先被卡住。那是一个大纳尔，这边来了一个一踹二，是踹到小安的身上，但小安在后面开始疯狂的输出，最后的话朱女倒了。这里拉打一下，有守住这个八龙，那他们还有机会去拼这个听牌龙哦。因为右边目前的状态，其实有些人都掉非常多了。那最后是用 rest 的性命是守住了这个八龙，但 IMP 还是朝火龙来迈进。这个要断一下龙魂呐、啊，但这个飞机包应该还在哦。rest 还有30秒，在没有 rest 的情况下 ，CFO 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拼这波的团战？东山可以冲进去啦，他现在有 GA， 但看起来冲进去了，冲进去了。东山冲进去，来看的是小安的位置，但这的话是领先了一阵伤害。直接带掉了小安，小安倒地之后 ，IMP 顿失输出点位 ，ICU 还在想办法叠怒气，但他是没有大的一个纳尔，最后的火龙还是被 CFO 给收下。哇，真的没办法，飞机就是在有 GA 的时候，他就是能这样玩，他就是冲进去，而且他是烫到了小安之后，瞬间把他秒掉，而且因为他还有闪现，然后加上第二段的女武神特工跟 GA， 他是可以很稳的远离这个战场。那当 CFO 的人把 IMP 的人赶离河道之后，这个龙就是可以稳接下来，而且因为把对方抓掉了两个人啦，这边还可以再开这个八龙。哇，本来以为他这个飞机包可能会是自杀炸弹科，但在他有 GA 之后，可能要把自杀这两个字给拿到了。那个是无敌、欸，那是无敌，无敌炸弹科啊，无敌的。那这边就哇，巴龙 ra 掉，这把感觉是有点难打回来嘞。其实刚抓掉两个人的情况下 ，ra 巴龙是一个好选择，但其实 IMP 打的玩法也没什么问题，知道对方有包的情况下不能 ra 巴龙到底，但就是这个猪女他们花了太多的招去抓，所以最后要抓这个飞机有点难。这里是勾到了 Aetheron 嘛，那这里是把 Aetheron 跟 Koala 给击杀掉之后，是瞬间转头要去吃这个巴龙。这个决策是完全是 OK 的，但比较可惜的是，就是真的差点把他卡上去。他是把他顶上去了，但他在空中死掉。但就是这个飞机，你被他前面玩得这么开心，他这波就回馈给队友了。而且这场比赛的东山是超级保护套餐，他又大吸魔剑，然后又 GA， 这场比赛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这个死不了而且他下一颗，他们现在是可以慢慢来啦。如果以节奏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慢慢来的，因为毕竟现在东山是刚把 TP 拿来回线了吧，然后朱女也没有 TP， 所以他们这边如果要打分推的话，会稍微不稳一点，对方是可以找抓分带的机会的，分带的人的机会的。这场比赛是一个超猛战斗机，而且感觉杰利其实也要慢慢成型喽。这波夹带着巴龙 buff，Alex 还在尝试点机会。这里都是抽奖啦，但真的很难抽，只要中间这三个人不犯罪的话。控制打好的话，看能不能够帮小安争取一点输出空间吧。因为前面其实小安的输出空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扣掉库奇那一波的话。但紧接着，他很皮耶，我又甩到了。不止皮，还甩大招，但这个大招好像没有太多作用。哦，哎，我挡掉了，也没有卡住 rest。没有，那个被 Koala 的那个盾给挡掉了。但卡到应该不会死啊，感觉那个坦度好像顶不，好像都顶得住。你倒不行。现在的话，从二塔开始拔了。奶哥在侧面给压力，这 IMP 还想要守住这一座的下路二塔。你就慢慢点吧。哇，这里还敢出钩啊！这里想找机会，纳尔有怒哦，这波要找机会咯。他们想要反手围攻，但Koala又是顶在正前方，这边已经先没有盾牌了。然后后续的话 ，rest 库奇到啦，这里库奇 poke 时间。很痛很痛，丢到一颗炸弹，请你回家。他刚那个大管的，然后加上这个雷射枪，这个塔子得给了。而且这波纳尔变小、哦，所以 CFO 是可以继续压的。他现在好像是那个大管小管都很痛，就已经不用那个红色大炮了。那没办法，这右边太软了，右边就他们真的雅宁其实他有一点点的坦度在啦，只是他现在要找机会去开战。那你看到 CFO 的位置都站得非常非常的安全，我好痛。就是对方在他的射程内，但雅宁要开到的话是相对的，而且勾一个猪女。奶哥在分推，这边直接给到一个潜航终极压在 Koala 的身上。不过这里的话已经先杀掉了 Rest， 侧面的话 Mission 开始输出，双射手保持在一个不错的点位，然后奶哥鼻地开始推掉了，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先绕跑了。下路好像在推，我最后是打了一个牺牲召唤。我觉得还行啊，没什么差，还 OK 是不是？你选个猪女就是去卖的，你拿到一个中路的高地塔，然后等一下主要的目标是这个1分20秒的龙嘛，看一下东山有没有飞机包，有的话就一样打龙，反正
左边他们真的要压塔，就像刚讲的，他们少了两个 TP， 所以他们是只能抱在一起推塔。那他们最后是用李信在中路去打一个四亿分推的情况下，卖一个人再拿一个塔，这个是还可以接受的啦。我这猪女把她的角色扮演得很好，这该知道该卖的时候就去卖。他接下来要出模仿，他下一件应该要出自然之力了，所以就可能出完之后右边真的打不动他了。我觉得主要是你刚前面有提到的 Husky 嘛，这场比赛的牙宁他是要去担任切后排的点位，但这场比赛他真的要切的话 ，Atom 跑得快到不行，然后东山又有无敌的防御套餐，这真的想要切死那是难如登天啊。他如果切到的情况下，还要队友的 CC 能跟到，那与其他当第一个开战点位，不如是应该说纳尔跟纳蒂鲁斯他们得先开到人，让哈士奇去接第二段的 CC， 会是比较正常的画面。你真的会战打起来之前要仰赖一个牙宁去开战的话，我觉得这已经是有点天方夜谭了。感觉真的要杀到，还要搭配 Alex 的阵地自己有抬到，这有抬到可能伤害才足够。要很建设啊，就是右边现在就是打建设团了。那左边飞机感觉是要去拿包啦，这边亮 recall， 看光光。这边有包吗？好像有诶、欸。那看一下娜的怒也还行，右边就拼最后一波团吧。想抓库奇，直接 TP 来到中路。这一波的火龙团 IMP 是要誓死一搏、他们感觉应该会直接 run 龙吗？哇，而且又是有包库奇，这有包、有包库奇就是进去跟小安硬换人头都 OK 的。不过赤龙的速度很快 ，Alex 拿掉这条火龙 ，ICU 的怒气控的还不错，但接着是东山的进场，这场比赛是烫到不行的超级飞机。当场降落在了 IMP 的后排，然后紧接着搭配的是竭力的滑行，拿下了一个 double， 闪现过去，开始一阵的救掉了小安吗？但小安没想到存活在后面有一个闪电，让 Atlan 是拿下了 triple kill。怎么有个那个导电体在旁边，害小安被电死啦！哇，一起被波及到了。那紧接着随着火龙，火龙其实最后是被 IMP 给拿掉，但对于 CF 来讲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打破了下路的高地，拿下了两座的门牙塔之后，是准备要收下这个第三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波就是，IMP 的最后出死一波，他们选择 run 龙嘛，但 run 完龙的位置是有点难拉掉。你就看到东山，就是他一个人飞机包冲进去就结束了，因为他烫到了三个人，然后所有人都被东山的东西伤害给，血量冲低，然后甚至阵型冲散之后，就是一个 CFO 的收头局。这场比赛当东山的飞机一出鞘，没在跟你嘻嘻哈哈的，所以果然。对线的时候没受到任何的惩罚啦，应该说牙宁本身打飞机就是得自己找机会。那这把主要会中野没有太明显的优势，还是奶哥前面就是抓到了对方的算是 Alex 几波失误，然后加上上路也直接开通的情况下，这波这把赢的是挺轻松的。这场比赛的话 ，IMP 他们前面如果想要找机会的话，其实，在奶哥的压制下并不容易，而且你在上半部可能把 ICU 就是压制在塔下之后，让猪女可以随便逛，这其实对于塔利亚来讲，想要再起到更多的效果，就基本上他也会被眼位给压制住。我觉得就还是上路跟中路两条单人线的对线实力真的是有落差的，尤其是上路啦。当你的上路能会被这样子那么简单的二月一的情况下，就可能这个情况之后是避免。这边是选择 run 龙嘛，那把龙 run 掉，你看东山，其实就只要看东山就好了，东山飞进去就结束了，他就冲过去飞。然后烫到很多人，烫到三个人、包括那个 Alex 也有被烫到，然后会战结束。而且我刚看那个 Alex 踩在火上，他一起来虽然说开了一个惊人，但起来之后也是直接半血吧。没错，然后这里 Atlan 就是无敌的输出空间嘛。那这个哈士奇其实可以左右分开站啊，那边导电体了，你看，电到了。小孩子，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但他靠过去，那没办法，那就是一尸两命了。就是兄弟啊，我们兄弟喽，我们兄弟喽，我们都死了四个了，那不如你就一起 together、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没错，但这一把也是，我觉得就是 CFO 的。就对线实力就是摆在那边，所以但我也得就是给这个 IMP 算是一个算是赞许吧，就是他真的出招了，就像 BP 前预测他真的出招，只是这一招可能并没有发挥出成效，但如果以后遇到就是队伍可能线上很强的对手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尝试的，至少有一个尝试的勇气。对，没错，如果你真的正常选，你中路选个维克特，你打得赢东山的库奇吗？感觉偏难。那你的上路或者真的选了伊瑞利亚，从上一季看下来，你真的要选斗士到拼赢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我只能说几率不高，几率不高，几率不高。我看过有个几率很高的，但还是有赢啊。也是有机会，但至少要尝试，重点是要尝试。但我觉得这一把就是 IMP 他的一个算是尝试局吧，因为毕竟他这一把如果跟上周比起来，他是有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人员的调度的。那他可能就是为了这场去准备了这个 BP， 只是可能最后的结果不是自己满意的，但毕竟是一个
算是找破口的机会吗？但我觉得其实 IMP 中间有掌握到 CFO 的失误，因为 CFO 中间也算是有给机会、啊、就他们有一波不是有在龙池有抓到就是下路上的线吗、哦、你说 Aetheron 跟 Koala 对，然后那一波是有让他们顺利去转巴龙，但主要还是东山的库奇太肥了。如果说可能东山的库奇没有到那么肥的话、嗯、那搞不好他们在后面的动巴龙是有机会可以再有更多机会。我是觉得李欣在那个六鸟那边就是对方六鸟那边踢进去那个有点过分，因为他是掉大人头，然后杰利也倒，然后 下半部那一波是他们 撤退的路线是有点偷懒，他们其实应该要绕下半部大圈，但他们选择直接从河道，所以才被维尼在一个盲视野的区域勾到了最不该被勾到的杰利，所以他们的确是有给机会，但也像 JR 讲的，就是 CFO 前面赢的太多了，所以他们感觉好像送个一两波也。好像也影响不大，就也还 OK 啦，还可以接受啦，对，就你可能前面已经赢一万块钱了，那这一波可能让你掉个2000块，其实你还有蛮大幅的领先。你可以把东山这个库奇当作是一个保险，就是他在中路他的对线就是稳稳的，那其他人前面赢多少或输多少，那或者是不小心送了一两波，哎、欸，这个库奇都还有机会把这个战局给接管回来。我刚以为你要说你可以把东山的库奇当成一个代名词。哦，的确啊，这目前可能在 PCS 哦最强飞机，哎、欸，还是 Gory 有机会来撼动一下。Gory 有机会，但他的场次还不够多，而且这边可以提一些数据，就是目前 PCS 有几个版本线型蛮特别，而且都是主要是打前期，像是阿里，他的胜率只有40%。然后克里斯达他的胜率只有50%，但什么什么三纳坦肯奇啊或者是库奇这种很后期的，诶，他的胜率都是在60%以上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目前 PCS 比较主要的版本，就是好像往后拖一点是对大家来说比较舒服的。你知道这样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 DCG 我觉得他是一队在 PCS 可能算是比较不玩后期阵，但他们在前面两场不玩后期阵的情况下他们是吞下2败，所以在第三场比赛他们尝试拿出了飞机，结果一加入之后结果反而让那场比赛他们获胜，就是就打不赢就加打不赢就加，因为我觉得数据他不太会骗人，对，但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后续的选手调整，因为第一周可能大家的摸索会是比较数据是比较客观的，对，比较客观，因为如果你要提一支后期脚的话，像是凯尔，他目前在 PCS 出过3次，他很后期嘛，他胜率是0%，没有大家玩他没有赢过，所以真的要去玩一些后期脚。为什么库奇在可能 PCS 会那么强？主要原因就是他至少拖后很强，但他中期或中后期有个飞机包可以去稳固前面可能掉的物件，去稳固一些劣势，说不定库奇就是 PCS 的症结。对，这。其实也是可能各队在选择后期角色的时候一些考量点吧，就当然有阿奇尔嘛，有维克特，有库奇嘛，但当然都有各自的一个点位，包含的是阿奇尔，你前面可以搭配打野有更多的一个配合性，在上到六等之后你可以去把对方的中路给推回来，然后库奇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在团战有更多发挥的空间，然后最后就是维克特可能让打线上面更加舒服一点，那就是看各队的中路要怎么去抉择了。我是比较推库奇，因为他比较不会让你的队伍好像一直在弄。对，那维克特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边带可能会相对强一点，也安全一点，所以就看各队在这一周的算是版本的理解有没有去做一些调整了。而且库奇感觉他成型的时间其实也算蛮快，就大概两件装其实就有他打，两件装就开始 poke 了嘛。那前面对线因为他毕竟有自带位移，所以相对起来也比较不那么怕 gank。哇，东山好长啊，27000耶，一柱擎天啊。这个。但 MVP 是哪个了？哦，对，虽然说他前面可能稍微有点皮了一波，他只是皮了那一波，但前面他拿那个400这把胜利基本上是哪个巩固的了？那个就是瑕不掩瑜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 MVP。最后当然是交到奶哥的身上，这场比赛的话到游戏结束是赢了大概1100块钱，而且在前面的节奏基本上是带的风生水起。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应该说就 CFO 有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配合啦，就在中上能够推卸的情况下，而且他们在中上能够推卸这个情势是很早发生的，大概3等就发生了，所以这才能让奶哥去进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有就是打野玩的舒不舒服就是看你线上嘛，就是你线上能够推线基本上你打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的，所以这也是 CFO 我觉得从春季赛到现在维持着一贯为什么奶哥可以打得这么强势，就是因为他们的线上如果是往着靠上半部打的话，其实他们都会给奶哥一个不错的发挥机会的。那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是第二场比赛咯。